详细的各地资讯来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16到27度，有30%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意春日15到29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4到27度，也是30%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原乡地区8到27度，有3到50%的降雨机会。嘉义阿里山6到25度，有40%降雨机会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只有5度，高温来到24度。台中和平最低温9度，高温24度，有60%降雨机会。苗栗南庄是潭泰安12到22度。新竹关西兼十五峰8到21度，有5到7%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2到22度，有5到6%的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3到24度，有6到7%降雨机会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18到24度。秀林万荣12到24度，都有80%降雨机会。秀峰丰滨16到26度，5到6%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17到25度。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在卓溪只有7度，高温来到24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19到27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3到25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7到26度，都是30%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15到27度。兰屿20到26度。外岛的连漳金门澎湖10到19度。